绝不容许挑战治安公权力的任何暴力行为。我们不容许任何人破坏高雄的治安。我本身是医师，对于医疗现场的暴力行为更加的重视。我要特别感谢警察同仁无私的付出，在最短的时间，在4小时之内，就能够迅速将凶嫌带走。老板，这也展现了高雄市警察局的打击犯罪的决心跟效率。我们绝不容许挑战治安公权力的任何的暴力行为。